这个吃的行啊，这从来没见过啊。把这个原浆和一和，一会儿为下一锅做准备啊。由于这个我是第一次拍，所以想不出来什么话啊，等下次拍就自然了。马上准备出锅了，哎呀，这个饼有点小啊，兄弟们，这能吃饱不？哎，怎么把饼扔了呢？怎么把饼扔火里了？烧饼烧饼是这么来的呀？我饼呢？怎么回事？又烙一张饼？那个是热热锅吗？添点柴火啊，要不把火加快点。哎呦，饼差不多了啊，但是效率也太慢了，搞这么半天就烙一张饼，而且这饼我一口就吃了啊。Thank you。今天是大年三十啊，这个饼太好了，圆的啊，我给它取名团圆饼啊。哇，挺好吃，啥味儿都没有，干净卫生啊，兄弟们。